然后今天呢就是一个和 Evelyn 然后它里面这个驼色和黑色的一个颜色的搭配，这两个颜色其实在冬天都是非常常见的嘛。然后它也不是一个很特别的颜色什么的，但是我觉得你们可以采用这种小小的细节搭配，让整套的穿搭看起来更有时髦的感觉。然后它又不会太过夸张，不会说你穿这个去上班会让你跟别人有点格格不入啊什么的，不会，因为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这种丝带，你就用绑红领巾的办法把它绑在胸前就好了。然后它里面这个驼色的高领毛衣呢，我觉得它的色调做的非常的好，因为亚洲人来说呢，它不能穿那种比较深的驼色，如果比较深驼色的那种颜色呢，就会显得亚洲人的肤色比较的黑，除非你的皮肤是那种非常非常白，就是接近白种人的粉白那种感觉，要不然的话都不是特别适合穿那种深驼色，比较建议大家选择这种浅驼色的紧身高领毛衣，我
黑色的裤子，因为我觉得这样比较有层次感。然后我会在旁边放就是我上次穿的这件是一件黑色的羊绒毛衣，它是这个袖子这边有点做的有点宽松的，也是版型非常好的一件黑色羊绒毛衣。然后我在下面配的就是一条灰色的裤子，就上半身不一样的灰黑色，就可以让你整个穿搭看起来更有层次感一点。然后这个酒红色其实不仅只能够搭配这些啦，家里有那种鲜黄色的毛衣，或者是墨绿色的毛衣，或者是蓝色的那种深蓝色的毛衣什么的，这种红色都是完全可以搭配的。大家不要只觉得就是深色系大衣比较好搭配，其实这种就是酒红色啊，或者是绿色、军绿色什么的，我觉得酒红色其实比军绿色更百搭一点。满大街都是黑灰色的时候，你一个红色大衣是不是就会比较亮眼一点？但其实红色大衣也没有比黑色或者灰色大衣就是不百搭多少，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如果已经有很多这种黑色或者灰色大衣觉得很无聊了，可以试试看这种就是酒红色的一件这种棉衣，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然后还有比较建议就是大家穿这种毛衣的时候，它本身是比较长的嘛，你看这个地方比较长，然后你前面就是可以这样塞进去一点之后把它这样拉出来一点点，这样就会显得整个腰线跟比例比较长，不要傻傻的就这样子穿，这样穿的话就会显得整个人比例特别特别差，但如果你这样子往上扎的话，就会显得整个人的比例会好非常非常非常多。不要觉得毛衣它是这么长你就要这样子穿，没有必要，就是你完全可以就是穿出自己不一样的感觉，然后那后面这个比较长的地方还可以正好盖住屁股，这样子我觉得也非常酷。其实我今天穿的这个高领啊什么的，如果你拿去搭配我后面要讲的这件，它也是可以搭配的。就大家不要觉得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比较鲜艳的大衣它是不可以搭配的，我觉得它搭配起来都是非常酷的。然后这个紫色我觉得你去搭配这些白色的毛衣什么的，它就会显得可能比较清新一点啊这样子，但是我个人的风格就没有那么清新嘛，所以我比较偏向就用这种灰色或者是纯黑色去搭配这个紫色的大衣，这样就会显得很酷的那种感觉。如果说白色的话可能就会偏小清新一点，如果你的长相是比较软一点的那种，那我就非常推荐你就是搭配白色的毛衣啊或者什么的，但如果你跟我一样就比较喜欢这种酷酷的风格的话，比较建议大家就是搭配这种灰黑色什么的。他们的每一件毛衣的版型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如果你有喜欢的颜色的话其实都是完全可以购入的。然后包括像这件搭配在这里面也是很和谐的，因为它是一个灰白色的一个感觉，如果你觉得这种灰色会太深了一点什么的，你就可以选择这种比较浅的灰色搭配白色的一个渐变的这种效果，搭在这里面也是非常酷的。然后下面的裤子的话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难的搭配或者什么的，像 Evelyn 他们家裤子是有分长度的嘛，你只要选他们到脚踝的那种牛仔裤，基本在1.6米以上都是可以穿的，就是基本都是到脚踝刚刚好的那种感觉。然后比如说如果是白色系的话呢，就比较建议大家选牛仔色的，不管是深一点牛仔或者浅一点牛仔，如果你的腿型是比较好的那种，那就可以选比较浅色牛仔，但如果你的腿型如果不是那么好的，你可以选择一个深色牛仔，反正就是这样一个牛仔搭配。白色也是可以搭配黑色或者是灰色牛仔裤啦，这个完全看大家自己的风格。如果搭这种浅色的牛仔裤可能就会比较休闲一点，深色牛仔裤看过去可能就会比较干练比较高挑一点，这个完全是看大家自己的一个审美取向去选择。就是其实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种搭配，就是这几套基本都是可以互通的，它没有什么说一定要哪一件搭配哪一件，所以这边基本所有的单品都是你放在衣柜里面随便拿出来都是可以乱搭的，不太会出错的那种。然后它这个紫色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显白的那种紫色，因为有一些紫色是颜色特别深的那种紫色，那越深的这种紫色呢它就对你的肤色要求就越高，但这种浅色其实对大部分女生的肤色要求就不是很高，你只要不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偏黑的皮肤，一般来说穿这种紫色都是蛮显白的。而且这种紫色也不是所谓那种优雅紫，就是那种感觉要上了年纪人才能穿得出来它的气质的那种紫色，它这紫色其实是比较活泼比较显年轻的。然后今年又非常非常流行紫色嘛，如果你想要购入一件紫色单品的话，我觉得这件大衣非常的合适。然后它整个的版型是偏那种茧型大衣的一个版型，所以我不是特别建议如果说你肩膀比较宽或者说你的整个脸型比较圆的人去穿这种茧型的大衣，可能就会有让人看起来比较臃肿一点的这个风险，但如果你跟我的脸型身材都比较像的话，非常非常推荐这件大衣，因为我觉得它整个版型看起来非常的好，就是这种看过去很高级的一个版型。而且这件大衣对身高的要求不高，它是在我的膝盖以上的，所以我觉得1.55米以上的女生都是可以穿的吧，如果说个子再小个一点女生的话我就不是非常的确定了。然后这件卫衣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一件卫衣。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它版型特别的好，它是前面分两片的，就是前面也是跟后面也是一样长，但你前面这片可以分开，然后你就可以塞到前面的裤子里面，然后你后面的这一片就可以正好遮住屁股。亚洲人女生可能会有很
多问题，就是你的屁股缺乏锻炼，然后就不会像欧美人那么翘那么挺，那你可能就觉得自己的屁股没有很好看，你就可以用这个遮住这个样子。这件卫衣呢，它就可以让你所有就是看起来比较严肃的衣服就是一下子变得很有青春活力。我之前介绍两件大衣它都可以穿，这样穿起来是不是就感觉周末就可以直接跟朋友出去玩，出去踏青什么的，然后你可以把它套在里面这个帽子里这样子，然后下面不管穿黑色的裤子或者是简单牛仔裤啊，或者是这种灰色的裤子啊什么的都是非常 OK 的，然后整体这样穿起来就是很有青春活力又很保暖的一个颜色。然后如果是这件大衣呢，你也完全可以穿在这个卫衣的外面，给人感觉就是另外一种不一样的比较活泼，然后这个可能会更加时髦一点，这种感觉就更加赶时髦一个感觉，当然可能没有刚才那件暖和，但这件穿起来也是非常好看的，就这个紫色我觉得真的很漂亮，就那种特别有活力的浅的那种紫色，它这个卫衣不是很白的那种，它有点带灰色的那种白，然后还搭上这种有点莫兰迪的这种紫色，然后搭配上这种灰调的白色的卫衣，我觉得就非常非常好看。如果你觉得刚刚那个灰色的裤子搭配这紫色会太深的话，就可以尝试穿这种简单的比较浅色的牛仔裤去搭配，整体就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然后很简单的一个穿搭，这个颜色搭配起来就非常的和谐。然后你下面就可以搭配一双这种也是带灰白调的一个这种 Chelsea boots 搭配在下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周末穿搭了，然后穿起来又特别的显年轻，特别的简单这样子。然后今天这里面所有的衣服几乎都是可以共通的，然后我再来跟大家试试这件毛衣搭在这里面的感觉。然后这件蓝色马海毛的毛衣也可以搭配这个紫色的外套，然后下面搭配一个牛仔裤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下面换成一个白色的裤子的话，它整体的穿搭的颜色我觉得会更跳一点，就是更有趣一点，但是考虑到很多妹子可能 hold 不太住白色的裤子啊，可能会觉得显腿粗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这种简单牛仔裤也是可以的，就这样一个蓝色和紫色的一个搭配也是非常 OK 的。然后如果你有鲜黄色的内搭什么的，我觉得黄色跟这个紫色也是非常搭的，就是我觉得平常生活中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撞色啊什么的，如果说整个衣柜里面都是黑白灰的话呢，我觉得可能就会有一点无聊吧，对我来说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些多颜色的搭配，如果说你觉得你的这种穿搭的敏感度或者对颜色敏感度没有那么强的话，就可以先从这种酒红色啊，然后这种比较多一点颜色的灰调开始去尝试，然后慢慢再过渡到紫色什么的。然后紫色这种呢，我觉得这件外套如果你的肩膀没有那么宽，然后你的头型也是偏窄的妹子，我非常推荐这件就是茧型的大衣，特别特别喜欢这个颜色，我真的很喜欢这件大衣，有一种 easy chic 的感觉吧。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毛衣去多搭配一些颜色，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增强你对时尚的颜色这种敏锐度什么的。基本上你家里面大部分人会有颜色内搭都可以搭配，什么灰色、黑色、白色，甚至这种蓝色它都可以搭配，所以完全看大家。然后如果是黄色的话也可以搭配。好了，我刚刚把马海毛那件毛衣给脱掉了，因为家里暖气开的蛮大的，真的蛮热的。但是我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马海毛呢它是会有点掉毛的，基本所有的马海毛毛衣都会掉毛，你就算去买 Acne 的也会掉毛，所以如果你很介意这点的话，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买马海毛的毛衣。但马海毛毛衣确实看上去是很 cozy 的那种感觉，就是看起来特别温暖，就是整个版型做出来会有一种很蓬松的那种感觉，反正就摸起来超级舒服。他们家马海毛毛衣我觉得算是比较不扎的吧，因为我之前买过 H&M 的 Chain 系列的，他们的马海毛毛衣买过一次之后就不太敢穿了，因为真的蛮扎的。然后他们家这个就是领子这个地方会有点扎，但整体身上穿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感觉的。但如果说你本身是非常敏感的肌肤的话，我不建议大家穿就是马海毛毛衣，甚至羊毛都不是特别推荐，就是尽量去买羊绒的，要不然就直接穿棉的，要不然这种羊毛或者是马海毛什么的对你来说可能都会比较扎一点点。好，今天视频就到这边啦，我觉得今天应该是个蛮实用的视频，算是一个精简衣橱的视频吧，就呼应上个视频跟大家说的，如果你版型跟颜色是你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很百搭的，其实两三件大衣过一个冬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还是看大家怎么自己去搭配，所以大家也不用说真的要去买很多很多大衣才能穿出每天都在穿新衣服的感觉。然后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我这边获得一些穿搭的灵感。然后呢，跟大家种草这么多东西，在最后还要给他们打个广告，就是现在 Evelyn 已经开始直邮全球啦，如果是寄回中国的话只要满$100就可以免邮咯，所以如果大家有什么想买的，现在就可以直接去他的美国官网下单了，然后税收的也不高，直接在 checkout 时候就可以看到，就你可以完全看到你付完钱然后进关的钱啊什么的，就所有的钱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大家有什么喜欢的单品的话，就可以直接去他的美国官网下单啦。如果你想要关注更多的美妆穿搭的话，记得去关注我的微博 Instagram 公众号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拜拜。